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你订阅片进来。本频道以 10F 的游戏为主，这一次是忍豆格斗祭典，是忍豆的手游。那我们来讲这一次的更新吧，不要废话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可爱，等一下，这个选单的显示有改，改了，它没有像它比较流畅感了，我没发现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成就系统，我们看到这个该死的奖杯，不是黄金色，一点都不黄金的奖杯哦，他给你一点银币，你五月选手有1500啊，补小补啊，其实没有到很多啦，反正就补小补的概念嘛，给你五个，哎呦，点错了，我们可以拿到黄黄的徽章，这个黄黄徽章到底是显示什么啊？哦，培训师 level 4哦。嗯，哦，一流培训师，我们点这个可以直接找到那个他的，哦，他的那个徽章的名字，啊，这个就不行了，火药成就，怎么了？28位，他上限是28位，短时间吧，28位是两倍，至少超过两倍，短时间，他出到28位，他之后再继续慢慢往上开就好了，也有可能他已经做完28位选手了。慢慢开放，慢慢开放，或者像是扮像财障一样，慢慢慢慢调整。有些搞不好真的是他妈瞎鸡巴太强，有些搞不好是为了噱头。好，我们把这些银币领一领啊、哦，这个什么呢？工作可，其实太适合你。EDF， 你们是在嘴我？太适合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你叫玩家玩你的游戏5000场，活跃度到5000叫工作狂。好哦，这个嘞，哦，名人了比较好听啊，这就比较好听了。工作狂是三小，达人、魔人、仙仙人，得道成仙，成仙了。击杀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击杀没有啊？他要把说是从成就推出来开始累积的嘛？团战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格斗中毒者，原来是前标中毒者来着。这个是掉掉格斗戒断者，没问题吗？这个称号中毒在戒断呢、啊，格斗宅直接变宅，是越来越宅是不是？好哦。单打这一段失败，所以变成宅人了，笑死！啊，300银币，格 solo 格斗家，孤僻格斗家，你可以不要连称号上面都在嘴人吗？果然是 EF 啊！我以为我读偶尔都要消费一下玩家。消费王，这个要重来、欸。嗯，消费成就要重来、欸，没关系啊，无所谓。对我来说了，徽章王啊，哦，徽章总数，我们可以得到千锤百炼之兵。啊，这个嘞，一寸。哦。这是一阵大将军，好哦，好哦，很有战果的感觉。一打者原来是花花公子来的，哎、哦欸，差一点点，看来该拼一下了。满是5万是怎样啊？宇宙第一，天下人，哦，天下人在这里。我们看那个拿到的是。格斗祭典知识家啊，知识家，这什么东西？奖牌成就哦，取得奖牌总数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成就系统的部分，还算不错啦，不小补啦。那你也可以看说我在领之前跟领之后的银币差别是差在哪里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今天晚上0点的推出的百戒啊，我们会再开直播。那角色新的 skin。哎呀，成就系统还有一个，就是他们有讲说，奖牌系统，奖牌系统在这里，
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瞎鸡巴小小圈圈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东东，像是我们来换换黄色哈，一寸大奖金。干没有呵呵，要这样子啊！天下人，天下人的成就是那个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不对，天下人是在徽章吗？对，徽章，徽章总数达历史达到两万的人就可以拿到，所以他们就拿到了。那我们这边目前就应该是只能拿到金牌，那再有说是铜银金，铜银金之后再上去奖牌到那个中科长，铜银金上去之后再，哎，刚刚天下人那边是在哪里啊？徽章成就，这里是铜银金成子吧？不然这两个要怎么称呼？黄。铜银金橙子随便、啊，橙色才会显示出来，所以你们可以往那个橙色的地方去努力啊，我们就可以选一个你就觉得还不错的。可是因为如果说是铜银金这三款的话，它不会显示出上面到底有什么字，所以你可以挑一个好看的就好。小有名气培训师人都投，搞不好有人会特别喜欢这个。一定会有啊！我还是选卷轴好了，比较适合你的不是工作狂吗？不要啦！工作狂，好啊，就工作狂，笑死！到底在选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容易被说服啊？一寸大将军，好，我们那个成就系统就这样子。角色 skin， 角色 skin 的话呢，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吧。没有。看绿，绿的忍斗装终于又出现了，好，我们恭喜啊，恭喜我们可爱的绿，可爱的绿，芭蕉，松风应该不会出新的。魔王丸，哎，没有哎，反正魔王丸也没有，可能是魔王丸才刚最近推出的吧。随意出现啊，随意，好哦。他 射出来会不会是睡袋啊？睡袋爆炸？睡袋是什么概念啊？玩具箱的、啊。哦，然后之后这个一吹有囚犯装哎、欸，所以其实这三个造型并没有相关的。玉藻前，我们可怜的玉藻前，摩托罗一样很悲催，没人要，没人要他的造型。阿加流，哦，这个。肉比较多的极道装，所以就是、欸、他的 胸部上面有那个纹身，他有偷，其实所以他其实有刺青，不然就是因为是极道，极道是日本的黑道意思吗？不知道，对，所以才刺青的，就是类似那种概念。可是我们刚刚看百货店，哦，如果我今天晚点开，是不是可以直接买造型了？每次会这样子，每次会这样子。好，那角色 skin 就大概是这四只。第一只是孙氏的睡袋，不是睡衣。第二只是一吹的囚犯，然后第三只是，哎、欸，怎么好像少一只啊？哦，绿的忍斗装，我忘记了，边缘绿，断手绿。然后第四个是八云的极道装，应该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。那最后一个是很高兴一些取错名字的朋友，你们可以改名啦。那这个改名应该是很简单啊，我就不示范啦，这个应该轻松简单啊，我们当然不用改名啊，我是毒枭哎。好，那这次更新应该就到这里差不多了，没东西啦。好，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盖BGU，喜欢的话订阅一下吧。晚上来看百戒长什么样子，拜拜。